即将在12月2日上映的摇滚音乐电影《月之路》，内容大意是讲述有五个热爱音乐的大男孩，洪天祥、吴建豪、藤冈电、龙晨汉、涂柏峰共组乐团 Smash 的故事。吴建豪担任主唱，今日五人在华山艺文园区举行成军签唱会，虽阴雨绵绵，但还是不少粉丝前来到场力挺。《月之路》由洪天祥自导自演，爸爸洪金宝也在片中饰演一角。这次 Jimmy 投入3000万拍片，被问对票房可有信心， Jimmy 笑说只要不赔钱就好了，但是很希望能破千万。金玉表示，老爸没有给压力，反而给了很大的空间去发挥。金玉坦言，之前拍片曾拍到一度资金短缺，但很庆幸身旁有贵人相助。最后他表示，希望能以好票房回馈这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。多少？我觉得可能这个我们其实数学都不太好，对，但是我觉得不要赔钱就好了。对，老爸那边有没有给你回答？其实没有他没有给我什么压力，我觉得他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去发挥。吴建豪这次又组新团，先前他曾与言承旭、周渝民、朱孝天组 F4， 与韩国艺人安七炫组两人团体，这回和好兄弟洪天祥组 Smash。 被问及担不担心闹不和时，吴建豪表示，团体都会有不和的时候，但大家还是好朋友，且这次组团真的跟以往很不一样，因为五个人相当有默契。我觉得不管是任何团体都有经过一些吵吵闹闹的时刻时段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到最后我们四个人还是好朋友。对啊，就像这部电影里面，大家也看到的时候也能感受到，不管怎么样，兄弟就是兄弟。